下面把第二段的部分动作的基机要领简单的介绍一下。我们拳院中说，宁交三分进，不交半分退。其实我们拳术中很多退步的动作也是进攻的含义。比如说白鹤亮刺，当对方打了一拳打我的时候，我十字手利用引劲儿，然后退步的时候看这样便是，然后退走白鹤亮刺，看一下啊，对方打来退。另外还有一种用法，当最后退步上引下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对方打过来，我用引劲儿开，将对方的力量引开，然后收步。看啊，下一个，刚才已经退步了，当退步完成以后，利用收步的动作打击对方的下面收。这是白鹤亮刺的第二种用法。下面介绍斜行的几种用法。第一个，引胯提腿打膝打面部，比如说对方左拳打来，我用引胯劲儿提腿打裆打脸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就是对方的右手打来，对方右拳打来的时候，我利用胯劲儿，先利用捋劲儿，然后踩拿。当对方利用胯劲儿把我的踩拿化开以后，下面介绍斜行的几种用法。第一个，引胯提腿打膝打面部，比如说对方左拳打来，我用引胯劲儿提腿打裆打脸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就是对方的右手打来，对方右拳打来的时候，我利用胯劲儿，先利用捋劲儿，然后踩拿。当对方利用胯劲儿把我的踩拿化开以后，这个时候需要搂膝，需要提对方的腿推胸，这是提打。从这儿走，提腿，说一下上三步。上三步，两个人搭手，那个手，两个人搭手，然后开步，这里面走踩裂劲儿和走跌法。搭手以后踩裂，这是踩劲儿。走跌法，上三步走跌法，这个踩裂劲儿，如果对方化开以后，我走第二步用跌法的时候，看一下引，对方化开，然后我走跌法，往这边走，这是上三步的部分用法。连续的走法，上三步引提打按化，然后利用掌合，这儿掌合，这是第二个上三步。化开以后分掌啊，这是这一下。当我第二个上三步化开走这个劲的时候，对方的手过来保护自己，这时候走严守洪拳的十字手，严守洪拳的十字手也是接受法和踩拿法，十字手，然后按劲儿震脚，这个一按的话，这个关节就受不了了啊！十字手走按劲儿，然后肘打分开，十字手的肘打分开，严守洪拳上撩合拳，然后打出去，这个机器动作比较明显，在这儿就不多说了。下面把严守洪拳的发力的要领介绍一下。
十字手，分，移重心，双手虎口悬合，往上画，捧起来，双手相合，然后重心继续落，然后拧腰，走拉弓射箭的姿势。蓄劲的时候，前面的左腿膝关节原则上不动，然后右腿的膝关节利用神师太极拳的参丝力旋转，把裆部合住。这个时候手部配合的动作是合裆提拳，提起拳来以后往外打的时候是扣裆开膝，右膝开，左膝开，右裆扣，扣右膝，合蓄力，然后后腿蹬力，走眼手空拳。这个时候眼手空拳的发力就基本完成了。再做一次分，这个时候是属于开合，开续，注意合裆，然后打，打出去，打出去。这个连手空拳有三种打法：一，合起来以后撩打法，从下往上撩，看一下，哼哼，撩打法；第二，直接的冲击法，旋打出去，直接的打冲拳，看一下，哼哼哼，这是直拳。另外一个打红拳法，是斜开，利用小背斜开，把肱骨打出去，哼哼哼。以后熟练以后，可以在驾驶中自己把几个眼手空拳分别打出各种力量来。这一段就讲到这儿，下面请跟我把第二段练习一遍。接上式金刚早退。